韩国选秀节目 Produce 48举办至今已经是第三季了，先有女版 Idol I， 后又有男版 Double A and ALNE， 都在韩国演艺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次打造的大型日韩女团一直是网友热议的事件。此前 Produce 101第一二季在韩国的反响也是不必多说，捧出了像 SOMI、 周杰琼、朴智勋、赖冠霖等优秀的 Idol， 不仅在韩国反响热烈，在海外多个国家都有一定的人气，而 Produce 48也延续了前两季的特点，不过有所改变的就是加入了日本练习生，最后选出12名日韩练习生出道。今日 Mnet 方面表示， IOI 部分成员和 WANANANE 将参加 Produce 48在31号的直播，前辈们将见证后辈们诞生，真的是无敌期待直播的那天快点到来。而网友最期待的成员前两名分别是来自中国的赖冠霖和韩国刚刚结约不久的练习生 SOMI。 SOMI 是第一季人气最高的练习生，因为之前在生存节目 16 中最后环节被淘汰，心中一直有一个出道梦，在自己的努力下终于为自己迎来一个出道的机会，就是去参加 Produce 101第一季的录制。因为是三大社出身，所以对 SOMI 的关注也异常的多，最终以限定组合 IOI 的名义成功出道。现在的 SOMI 与 JIP 已经解约，不知道这次 SOMI 会不会来呢？另外一名呼声高的人员就是奶冠赖冠霖。赖冠霖与 SOMI 不同，他是从小鸡仔练习生一步一步升上来的，最后能出道靠的就是他的努力与坚持。而这次他作为前辈鼓励后辈们，他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过最惹人注目的还是究竟会是哪些成员能够成功出道。人气高呼声强烈的练习生有小樱花、宫宪孝良、宫崎美穗、李彩燕、李佳恩、张元英、史吹奈子、全恩菲等。而这次小樱花与宫崎美穗都是一位强有力的竞争者，真的不知道结果会不会是小樱花坐稳 C 位成功出道。在人气方面，小樱花、史吹奈子、张元英、全恩菲都是高人气的代表者，一直都是排在前面，几乎没有出过前12名，人气都十分耐打。在实力方面，宫崎美穗、李彩燕、李佳恩等在舞台魅力方面都是相当的成熟，很有感染力，所以究竟谁能坐稳 C 位出道真的不是很好说。所以在这20名的练习生中，大家最 pick 谁，最希望谁能出道呢？期待31号的直播。